哇，这些怎么连平常都这么多人在这边挂机啊？衣服真的也太爆满了吧！天啊，大家是整个爱上了奇迹是不是？哇，这应该是超热门的奇迹。这集总比继续讲好了。等一下。宣誓。天气呢？好，我们上去讲风暴之铠啊。好，我们继续讲下去哦。哦，这个是燕王。再我们讲一下暴风护手。神威的六九位的神暴风护手，还可以看他的神装术。技术、咒术、符术，战前向还没讲。大家这么喜欢在这里挂机啊？哇，太美了，太美了，真霸气呢！之后的影片还会介绍一些商城的东西啊，还有人在扫货是怎样？